画面中可以看到女子虚弱的坐在排水沟旁，救护人员将她团团围住，但女子面对询问，只能微微点头和摇头表达。救护人员在确认女子身体状况后，立刻拿出担架帮女子固定好受伤部位，随即将她放上担架送医治疗。不要动，小姐不要动。这名23岁胡姓女子3号深夜疑似因为心情不好独自一人外出散心，因为天色昏暗，视线不佳，不慎踩空，跌落到2公尺深的排水沟内，无法脱困。女子立刻通报求援。 警消赶抵现场后，经过30分钟来回搜寻，仍找不到人。最后借着手机定位，好不容易才寻获女子。由于现场的非常黑暗跟广大，然后我们跟警察呢，就花了将近大概快1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才发现掉在一个约2米深的涵洞。所幸女子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，没有大碍。 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和8平以上的5到6平的，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